骨刺变亏的复健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九成的骨刺大部分是无害的。你的脖子往左后方这样子做，你的手会麻的话，哎呦，那就是你神经有压迫了。你可以下巴再往上顶。哦，更紧，你觉得更紧？对，大家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《明星医疗室》，我是营养师明化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场景不一样了呢？没错，我们来到了户外。今天来到的地点呢，就是元力复健科诊所。我们要来突袭我的好朋友侯中宝保医师，来看看他平常在诊间到底做些什么神秘的事呢？来，跟着我一起进来吧，走。诊间非常漂亮哦。听说他在第一个诊间，我们来看看他在做些什么事情。哎呦，装的蛮像的哦。哎，干嘛？哎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！我们来找你就是要拍的，不拍。我没有准备好。Okay, 今天来找我的好朋友保医师哦。其实我们真的很久没见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好像快一年了。你茶水也不准备个一杯，这样是不是有点不？我等下帮你倒。不过没关系啦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保医师，更重要的是要帮观众朋友来询问一下，平常我们现代人常见的一些姿势不良啊，导致的身体疼痛啊，或关节的一些问题。我相信保医师给我们的答案绝对是重要跟珍贵哦。机会很难得来到你的诊间哦，虽然我没有带健保卡，但是我跟你咨询的问题，你应该会回答我。我考虑考虑，我考虑完了。咔咔咔咔咔。其实今天主题是大家都听过的一个词，叫做骨刺哦。骨刺。那我甚至有听过有朋友是滑手，因为现在几乎人人都在滑手机，可能使用时间又太长，姿势不良等等，真的会有这种滑手机滑到脖子长骨刺来找你。那至于说骨刺到底又是什么，为什么它会有骨刺的一个产生？骨刺是什么？哈，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。来来来，你手借我一下。那么快就要吃豆腐？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。哎呦，那这样子有没有刺刺的？哎呀，还好还好啊，一点点啦哈。我跟你讲，骨刺跟这个没有关联哦。所以骨刺其实不会刺刺的。其实他本人蛮幽默的。骨刺不会刺刺的，这里刚好有一张颈椎骨刺，就从侧面看起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尖尖的？这个就是颈椎骨刺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是透视图，所以它其实不是刺，它是一圈的。这是颈椎模型，我们从侧面看起来，它如果长骨刺，这一整圈都会长出最深的骨头。骨刺只是一个真相，就告诉我们你长期姿势不良，所以你骨头这里压力过大，就像我们皮肤，你一直摩擦，它会长茧，会变粗，对不 对？骨头你一直给它过大压力，它就会长出骨刺来。但是骨刺变亏的复健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九成的骨刺大部分是无害的，因为九成骨刺哈几乎都长在旁边。对，它比较不会压到神经，他就会觉得这里酸酸的，跟这个骨刺可能没有直接关联啊。但是骨刺，你长骨刺只是告诉你你这个你已经长期姿势不良了，所以这个骨头最深的一些骨头出来 ，OK， 所以你要做的其实是要改善姿势，改善工作环境。啊，不要一直低头玩手机这样。基本上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，就是骨刺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部位是局部在脖子，但是如果比如说它可能严重，或者是部位增生的不同的话，是不是会影响到全身？包括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字手麻，或者是其他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？好，其实全身有关节，全部都有可能会长骨刺。那很多长辈是手长骨刺，手为什么会长骨刺？手为什么长骨刺？他做事做太多。他会觉得这个指尖肿肿胀胀的，然后你从外观看到，它是比较粗，这个就是长骨刺。哦，这个就是长骨刺。其实全身有关节的地方都会长骨刺，因为它是关节中间的压力过大，你长期这个关节压力过大，它旁边就会长出多深的骨头。OK， 常常喜欢折手指的人，比如说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对，这种会，哎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是会容易长骨刺吗？这不会哦，这不会哦。对对对，因为之前有个实验，就有一个人去折了他手指20年，等一下，这边没有。这个实验也太久了吧？没有哦，没有哦，他折了20年，照一光没有骨刺，没有比较多骨刺。OK， 所以跟折手指没有直接关联。OK。OK， 那其实提到骨刺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动作题要进入了哈。至于说动作题，当然第一个就要大家最常见的，因为人人都在滑手机，而且使用时间太长，可能也是导致骨刺的一个原因之一哦。那如果真的我手机不离身，我都是要这样子，不论是工作啊，或者是玩游戏等等，这样子我又怎么样正确使用手机，才可以减少我们颈椎的一个负担？那其实大部分人玩手机就这样子嘛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就其实你只要改掉习惯就好了。我们要坐正一点，收下巴，然后把手机平视，不要这样子，
哦，你就记得，就是千万不要把脖子往前伸，变乌龟脖啊。如果是站着的话，我通常就会用这样子，你会随时看到我就是挺胸缩下巴样子。所以你只要记得啊，就是挺胸缩下巴，然后眼睛直视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姿势有可能也会伤害到我们的颈椎？就是驼背啦，其实有一点驼背的话，哈，嗯，那你的脖子你就会觉得，跟我说要缩，可是我怎么缩不起来？或是缩了，他就会觉得很紧。嗯，所以还是记得前面的口诀，一定要先挺胸，挺胸，缩下巴。如果你本身就有一点驼背、圆肩，不要圆肩，就是把它挺胸。嗯，然后微缩下巴，挺胸收下巴，然后脖子不要太用力。OK， 这就是你的正确姿势。眼睛就尽量看前面。那有的人会说，他一定要往前工作，怎么办？你就要整个身体往前，不要只是脖子往前，是整个身体往前。整个身体往前，或是你的椅子甚至要调整一下，这样子。有没有什么自我检测在家里？比如说，我真的都是像刚才宝仪师提到的，可能手机姿势不良啊，或者长期坐办公室啊，有没有什么动作是可以稍微的检测一下我们脊椎？可能有问题、啊。对，可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？好，比较简单的这个动作哈，我们就会往前低头。如果你可以正确低头，你的下巴会几乎可以摸到你的这个胸口。嗯，然后后来往上扬，可以看到天花板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会往侧，有的人就会觉得卡住了或紧紧的。那左右比较一下，请旁边的人帮你看，是不是两边的角度会不太一样？往左转，这样子转。转。所以你会看到左边大概90度的地方。这个是 OK 的。有的人只能转到这边。45度 okay,、就是表示你的颈椎关节卡住了。OK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的脖子往左后方，左后方。如果你这样子做，你的手会麻的话，那就是你神经有压迫了。OK， 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因为刚才宝仪师教我们这些动作，我忽然想到，就很多人他很喜欢这样子，比如说，就稍微做一些他觉得好像是伸展，这个是正确的吗？我先跟大家讲，这个发出声音的叫做颈椎的小面关节啦，就是叫小关节。它为什么会有声音呢？就是你平常已经姿势不良啊，你给那个关节过度压力，所以有声音是代表不好的。有声音通常就是那个关节已经不在很好的位置 ，OK， 已经压力太大， okay, 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动一动，咔咔咔会比较舒服。咔完之后，你的关节压力会降低一点。比如说我们手指头折一下，你可能会觉得松一下，半小时，你可能觉得是关节松松的。脖子也是一样，你咔完会松半小时，但是如果你的姿势没有去调整，比如说你的肌肉还是很紧。那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回复正常，所以根本还是要平常的姿势要正确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那我们平常啊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些动作，可以稍微训练一下我们这个肩颈这边的一个强度，这样子？那其实颈椎有一些核心的肌群啊，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。对，那颈椎核心肌群就是在脖子里面前面这两条的深层。那我们要怎么练呢？所以我们就先坐正，坐正，然后我们用两根手指摸我们的下巴，然后轻轻往内推。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脖子后面这里紧紧的。大概维持这个动作5至10秒钟，然后再放开，做5到10次左右，你就可以训练到你颈椎核心肌群，顺便把你后面比较紧的地方拉一拉，这样子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训练脖子这个比较外侧的一些副核心肌群啊，就是比较外面这样子。我们可以用手掌顶住前额，然后我们往前用力。那这时候你会觉得脖子前侧有点用力，大概也是维持个5到10秒左右。然后做5到10次左右这样子。侧边也是一样，就是手顶。侧边也要做。那右边也是一样，头跟手比力气，你就会觉得，这脖子这边紧紧的，这是正确的。接下来伸展，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脖子后面紧紧的，你就这样子，双手放在头，然后有点往下压，你就会觉得后面比较紧绷，这样子，这样伸展大概30秒至1分钟左右，那你就做1到3次。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伸展到比较不酸啦。那前侧其实也要伸展，那前侧怎么伸展？就是看天花板，你可以下巴再往上顶，更紧，你就会觉得更紧，对，你就会拉到这个叫紧迫肌的地方。很多人这个地方很紧，你就下巴尖往上顶。其实真的颈椎就是一个中枢位置啊，如果真的刚才宝仪师提到一些动作没有缓解你的一些不适的话，真的就去找宝仪师原力复健科诊所来做一个解决哦。OK， 今天我们骨刺的这个议题呢，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希望大家从我们的内容当中可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疼痛感，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。那当然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进行讨论哦。我们明星医疗室下次见，拜拜。